本课程将向员工介绍 Workday， 它给机构带来的影响，它的益处和外观。员工将了解 Workday 的基本概念，比如启动、更改语言首选项、浏览系统、管理其收件箱和数据准确性。员工也会了解一些关键功能，例如 Workday 搜索、浏览组织结构图，以及 Workday 时如何寻求帮助。